来自全国各地优秀的工程团队齐聚在高雄，揭晓由三大专业工会共同主办的城市工程品质金质奖，经由产官学界的严格审查，选出兼顾工程品质及城市美学的代表作。高雄正在蜕变，它其实也需要一些具体的指标性的一些工程。那么表达的一件事情就是民间他们可以来很自豪的来得到奖，那也表示的无论是从设计规划一直到实际的施工，高雄一点也都不落人后。那么也更表明了这一年四个多月以来陈其迈执政，那么整个的高雄正在蜕变转股，那么我们也更需要这种由民间所主办的这种城市工程品质奖哈，让这些品质奖就是代表我城市进步的文明的象征，同时也是落实城市美学的基本。这届评选工程分成八大类，高雄市政府在这次的激烈角逐当中，总共有41项的工程获奖。对此，高雄市副市长林清荣也表示，获奖代表城市美学再提升，也期许所有团队共同努力，继续创造美学以及维持良好的工程品质。如果是成为三大工会所授奖的这个叫做城市工程品质奖，它在尔后高雄市的这种叫做统包案呢也好的，或者是劳务技术服务的统包标的时候，我们都会给它加分。我想这是一种叫做民间的认证，但是政府可以承认，那么如此我们会成为一个善的循环啊，使得城市的品质会更好。那么再度的来恭喜今天所得奖的这些的得奖人，无论是设计建筑师、工程师，或者是营造厂，甚至是说得奖的这个业主哈，那么我们都表示恭喜。那么希望这种精神、永续的精神，跟着高雄转变的这个方式呢，一直持续下去。高雄目前还有多项的指标性公共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，林副市长期勉公司部门齐心协力，透过卓越的工程品质，逐步将高雄建构为让人向往的美好城市，让每个市民都能体验到生活在高雄的幸福感。记者张世明、林嘉义高雄报道。1、2、3，好，谢谢。